五月六日，易烊千玺凭借《少年的你》获得第39届香港金像奖最佳新演员。七日，易烊千玺的助理胖虎在微博分享一张粉丝写给易烊千玺的信，并发文祝贺老板互尊互敬，继往前行。网友们纷纷评论道说，感谢胡妈的一路陪伴，恭喜千玺，谢谢小北，易烊千玺的精彩才刚刚开始。